怎样？你去年运动会有参加什么比赛吗？我去年运动会大队接力和拔河都有参加啊。哦，真假？看不出来你那么会运动哎。哎呦，拜托，我可是拿过100公尺第一名的呢。好啦，但是，但是真的是看不太出来啊。那你去年运动会有参加什么比赛吗？有啊，但是我只有参加趣味竞赛而已。趣味竞赛？去年的趣味竞赛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大家都玩过两人三角，很无聊哎。哦，两人三角啊，你们班有得名吗？有啊，我跟我们班的人一起得了第五名。你说你们班两人三角一起得了第五名？对啊，我们班两人三角一起得了第五名。你说两人三角一起得了第五名吗？对啊，两人三角一起第五名。你说两人三角一起得了第五名？对啦，就是两人三角一起第五名。让我们来欢迎2375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29届颜婉珠。29届郑向云所带来的2375。大家好，我是29届副社兼总务颜婉珠。大家好，我是29届文书郑向云。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棉花糖的2375。那个左边的吉他还没有试，另外一只这边。这只可以换一只吗？对，可不可以换一只？常务。
谢谢。